Singapore. Oh, Singapore. Yeah. Wow. Wow, a lot of Singapore today. Yeah. Ayo. Yeah, today Singapore. Oh, that one also yeah. Singapore, oh. Singapore. Welcome to Singapore. I thought I'm in Singapore already, ma. I saw your Facebook almost 2 years. Ayo, so long already, yeah. Ayo, yo. See, my heart jumping. Jumping. Oh. So what's the problem? Which one? Hey, cover that? Huh? From this,差不多有. 6个月了，6个月啊，从这边麻痹，到这边下来，超过神经，超过神经了。对啊，医生有讲，医生叫你开刀啊？没有，还好。如果超过神经很痛啊，晚上睡觉啊，超过神经啊，我耐心来找你嘛。功夫啊，这个功夫啊，没有功啊，好，哦，jump，好，现在检查一下啊。 就是超过神经是在哪里啊？好，检查，那在这里最重要是 collarbone 按这个第一，这个第一啊，这里开始痛了，第一个第二，这个是第二啊，这里也痛了，第三，这个是第三，这里也不舒服了，这里卡住，如果这里一卡住啊，会影响到你的手啊，伤啊，嗯，伤这里不舒服，旁边伤也是卡住。 放来这里，唧唧，来，放这个手在去后边，尿尿哇，硬硬的去后边很辛苦，这里，呱呱，看这个手啊，伤，也是很硬，旁边开，转过来，变我的裤子，哎呦，比较辛苦哦，哎呦呦，转个全部了，为什么也要检查你的颈啊？啊，锁骨神经跟你的颈椎有联系到了。 就是一条筋嘛，宿舍你这里一不对啊，上边也是不对，来，在这里，就头上，这里很硬哦，眼睛看到那边看不到，在上，哎呀呀，很辛苦啊，转去左边，哎呀呀，转去右边，哇，jam了哦，好了，等一下舒服很多了，嘿嘿，好 ，relax 啊，OK，上下，睡在我的脚啊，手。 哦哟，完成了哦，好，这里压一点呢，哎呦呦，OK 了，好像有一个神经线哦，有电过一下，唰，很样的，就是等一下这个感觉跟你这个感觉一样的，掉了，没关系，有很多 spare part， 自己选，很多 spare part 不怕啊，没有 spare part 都怕啊，好，刚才呢，我什么没有弄啊，就是转你的头，左边跟右边而已。 完成，现在看你的手的 mechanism， 就是颈一不对啊，会影响到两个手啊，伤也辛苦，去后面也辛苦啊。如果这个好了，哇，等一下你看你的手不一样了。第二就是美容骨了，这里一压了不对啊，会影响到脚麻痹啊，这里痛那边痛什么痛哦，就是锁骨神经。好，现在你看你的手啊，什么没有弄？刚才转你的头，左边跟右边，现在你看这个手哦，哆哆哆哆哆。 旁边哦，嘿，猛猛猛猛猛猛，第三翻过来这里，上下嘿，哦嘿，哦嘿，这个最重要了啊！停线一条到这里，刚才去后边比较辛苦哦，就是这个这为什么这个条线呢？看你的颈椎对不对？滴咚，嘿，滴咚咚咚咚咚，滴咚咚，嘣嘣嘣嘣，咦，很像。 轻松很多哦，再转过来这里，嘿，喂，哇，就是啊，颈椎锁住你的手，现在一开了，咦，手呢是很像舒服很多，轻松，有联系的，所以这个美容骨一个一走位啊，影响到整个脚啊，膝盖痛啊，美容骨啊，抽筋啊，美容骨酸痛啊，站不久啊，长短脚全部是在一个个在这里哦。刚才弄了颈，哎，两个手很轻松，这个手也是，哦，啵啵。 旁边，垫我的手，啾啾，翻过来，啾啾，这里一条线，放一个 stopper， 垫我的裤脚，嘣，在这里，嘿，嘣，滴滴滴，轻松了，再转过来，嘿，舒服了，哈哈，好，再按回去啊，咦，冷冷白白，松松，刚才按钮有个压力的嘛，现在按很像。 很像豆腐一样，他的骨头啊，颈椎的骨头，靠回去啊，一靠回去感觉很舒服了。好，头上下第二次上，嘿，
下好，第三次上开，嘘嘘，开眼睛喂高了很多，再转去左边，转去右边，左边跟刚才这里转不到，嘿，右边很容易了了，轻松很多了。好，现在调整全身啊，拉耳朵，拉耳朵，拿那个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啵啵啵。对了，哇，这个很多风，哇，这个很多风，这里不舒服。现在看这个手。也是轻松了，One Lego， 很像电池了 ，Alignment Structure 回去，你的胎压不漂亮而已，胎压没有封一边，就是压到，好，这个手啊，放在这里啊，对了。很好，两手放后边，手指双手指啊，睡在我的脚一下，对，调整了没轮廓了。现在，你看睡在我的脚啊，这里转，跟这里比较轻松哦，可以转很多。你看这里在这里卡住了，过不到了。这个我就是一边压到啊，好，现在调整回去了，呼吸，对。哇，听到我噗噗噗噗啊！好，现在看，叽叽，好，现在两手来这里平线，这个两个手垫我的头也是很简单。刚才这个去后边的比较辛苦啊，舒服很多。在这里换手啊，叽，开一开，轻松啊，头上也是轻松，左右。好，让你站起来一下。哎呦，脚没有力啊，脚没有力，是很样的，平常是很样。好，明白。好，脚没有力啊。好，向那边啊，转身。好，脚没有力呢，就是有时走路啊，上楼梯啊，起来啊，全部一个脚哈，很痛，没有力啊。好，现在检查你的盆位了。好，我按这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全部是在右边不舒服哦，来这里，好，调整回去，两手放在耳朵，放耳朵啊，对，很好，刚才听到米龙过的哗，就是那边全部压到啊，开回去先开回去，一开回去了啊，现在按一、二、三。是大大的按呢、啊，开始松了。好，现在要你趴，趴下边，脸上下。对了，很好。现在看那个神经线啊，好，这个是神经线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坐骨神经，三、四、五坐骨神经啊。有痛你讲 ouch 啊，这个是三，哇，爆了啊。这个是五，这个坐骨神经，哇，这里痛了，最痛是在这里不舒服。好，看你的右左脚，心三四五，坐骨神经，这里也是不舒服，来这里酸痛了啊，这个脚放过来，这个脚。那卡住了，你看呢？这个脚啊，最容易知道你的坐骨神经在哪里啊。这个脚你要平，放在这里，这里很难看呀。丢，咚哟，这个下不完，这里一按呢，这个卡住了。你看，这下不到。如果这个下到，砰，这个上来，砰，下，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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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到啊？你看这个位置啊。这没有嘎叫了，就是这个没有嘎叫啊，
你感觉到在评委啊，这个没有该叫你啊，没有该叫你啊，就是这里没有压到神经，就是你这里不对啊，压到整条筋啊，照顾神经啊，嗨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好，调整回去啊，嗨。Okay, very good. Ah, yeah. Sun. Very good. Sun. Ah, woo.三四五，哎呦，听到响，这里啊，啊，这个清楚很多，哎，OK 了， OK， 现在看有什么分别了，这个脚击击，这个脚嘿击击击。轻松很多了，没有卡住这么厉害了啊，有分别了哦。好，现在要旁边睡啊，侧睡啊，像我这里困霞啊，对对对 ，OK 吗？顶得顺呢，顶得顺呢，哇，压到很严重哦。卡到很厉害哦，所以一条筋啊压到了，那时候哇碰到你的脚没有力，痛抽筋拉住跟站不长时间走不。为什么会这样卡住呢？有跌倒过哦，哪重都重是太重卡了，卡住了。哎呦，感觉到哦，就是这个了。就是，坐骨神经是在尾骨第四、第五跟 S 一，就是那边了、啊，压得很厉害，转去那边了、啊。脚子，这个脚弯弯，对啦，啊嘞，在这里，哇，啪啪啪，在这里，哇啊，漂亮嘞，很好，咦，看上边了。看上面了，就是刚才呢，弄你的紧而已，咔咔，咦，两个手好像松了很多哦，就是卡到紧，影响到两个手，就是美容骨一卡到，影响到脚麻痹，刚才的臂骨一靠，你的脚一收，那个臂骨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，那个脚不平静了，现在平了。第二，看左边、右边，刚才凹右那个咔啪啪啪啊，就是调整。第三，前面，这个是。最重要的在坐骨神经，为什么腰很硬呢？睡下去啊，这个坐骨神经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人骨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坐骨神经有两条筋很长，到到你的脚板，这个呢就是不可以压到了。为什么会压到？就是你的盆位一个高低，我去前面了，我走位啊也是会影响到。好，在哪里？在这里了。你看呢、啊？这个我按在这个是美容骨第三，这个是第四，这个是第五，这个是坐骨神经。所以你看三。四五坐骨神经，这没有改叫啊。你看这个脚弯，很轻松，到四个手指到你的胸部也可以。在这个脚很像开，可以开到180度九十度很像下去，跟按这里也是 OK 的哈。看你的右脚啊，在这里 underway line， 这个是第三，这个是第四，这个是第五，跟这个坐骨神经啊，来这里塞住。影响到这个脚腕的时候，在这里卡住了。平常是这个膝盖到这里啊，五个手指而已。你看这个来到这里有动势，卡住在这里，很像不够顺哦，超过六个手指。一，这个脚放在这里很像开，一滴滴滴滴，那感觉到在这里拉住，这里跟这里拉住了，跟这个有一点紧，所以你看这个脚有分别的哦。这个刀可以到这里，这个呢很轻松可以开刀，玩的
这个就是压到神经线了，就是在这里卡住，在这里也是卡住。好了，现在调整回去了。啊啊啊！嗯 ，very good， 放松深啊，呼吸，下，哇 ，pop pop， 三，哇，听到美容柜的声音哦。啊，就是这个抽开回去那个抽个神经啊，最重要是你的右脚了。一，二，三，哇，很大声哦。四，好啊。啊，对了。就是调整了什么盆位，好，现在看有什么分别了、啊、就是这里 alignment、啊、你的高低压到神经线，现在要给它平回去。如果平回去、啊、你看你这个脚弯收，啪啪，四个手指，这个开，很轻松的，这这这这这，刚才那个很紧啊，就是在那个盆位啊，卡到了，就是学跑步刀在这个盆位卡到。那个脚麻痹在这里来了，脚也没有力，全部是在这里卡住。现在看有什么分别啊？这个脚在这里弯，四个手指，嘣嘣。刚才感觉到了一次，刚才到这里而已，下不到了。现在你的盆位是四个手指。如果这个一对了，刚才开了，哇，这里痛，那边痛，那个条筋啊，在这里盆位不舒服、啊。现在滴滴滴滴滴。滴滴，嘿，不行不行，可以到床了，嘿不行嘿不行不行，嘿不行嘿不行不行，舒服很多了哦，就是这个盆位对了。好，这个最重要啊，翘你的屁股上来，屁股翘高高，为什么呢？要调整你的美容骨第四第五拍开回去了，就是压到神经线了。嗯，头起来一下，垂下来。下去啊，呼吸，下，再呼吸，下啊，第三次呼吸，那、啊、感觉到哦，整条美容骨啊，很要拉，一裹一裹一裹，不要压到神经线了。嗯嗯嗯，听到哦，我最大声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这里咔，开回去了。好，屁股翘高啊，把这个头起来一下。好了，好休息啊，不要起来先了啊。好，给他休息一分钟，给他学跑啊，猛烈一些。放松啊，一紧嘴、嗯。哇，很累哦。哇，听到声音了，给他送回去，安全的。像我们要讲预防，就要给他神经线压到了。要运动哦，要运动，运动啊，嗯，放松啊，一运动啊。哎呦，很多声音哦。哇。哇，很高兴啊！谢谢你、啊这个很重要的颈椎、嗯，如果颈椎不对，很多问题走出来的。哇，好了，站起来一下啊！脚痛啊，也是嘛，要你们健康嘛，等这么长时间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么好陪你的好朋友过来一起。我给钱，今天全部做了啊！我给钱，他们做飞的。啊，那个不是问题。你他如果他们高兴啊，他在啊说哇谢谢你谢谢你，你很快好的，这疯吗哦，他的卡玛好的卡玛给你吗？哇，手里有水姐啊，来站起来一下，谢谢你嘞，没关系，啊，全部是好人，他们送了，他也是送，全部一起高兴嘛哦，啊，全部一起送。每天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啊，很好，站这里啊，哇，听到我哈，谢谢，不用谢，哎呀，我会肥的，哎，放在这里，
这里。刚才他们等到很生气呀、啊。是啊。现在你跟他做免费的，很开心、啊。所以我不好意思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最重要，每一个来，对不起，要等这么长时间，所以最重要，你们身体健康，我最高兴。哎呦，谢谢，哎呦，拍照啊，等一下，哎呦，现在看你的美容柜一下啊。现在好，站上来，好，起来。哇，这么快啊，喂，坐下来。再上，嘿。有痛吗？轻松很多了哦。好，现在很重要，这个两个星期很重要，这个两个星期不可以运动啊，不要抹地啊，抱小孩子啊，不要先，不要先，不要长短脚很认真，不要翘脚 啊，不要长短脚，要平先先，怕他等一下走，压到一条筋就麻烦，不可以，要注意。可以张一个脚啦。啊，不要张一个脚，对，平先，不要老走。如果最好这个两个星期休息多一点，给他消肿先里面。哦，他啊，要休息。现在要来了，是一起来。来啊，一起来，对啊，来，我们拍一个照片。哎呦，我也很生 boy， 哎呦，来，你也是很生 boy， 你很帅嘞，你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One, two, one more. Yes. Okay, many love. Yeah, thank you. Thank you. Okay. 谢谢你啊，老师，谢谢你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对不起，等这么长时间。不会。谢谢啊。哦，谢谢。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身体健康。我的东西全部在车外了。什么？不用紧的，有是什么在车？买重要的东西。榴莲啊？对了啦。榴莲啊？你放在车里面啊？拿过来给我一起吃吗？哎呦。OK 啊。哦，安咩哦？Thank you 啊！哎呦，拿上来一起吃来。早知道我们就拿上来了。哎呦。哦，来师傅啊，你走。啊，来，嗨，你好。OK， 有请坐。嗯。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啊。Thank you。谢谢啊，